小油库玩。出租车啊，到我家。请问您家在哪儿啊？请说一下具体位置。先往前开。客人啊，您的手机一直在响呢。喂，你谁啊？海盗僵尸，你这酒量也不行啊，躲哪儿去了？我喝多了，不喝了。不喝了。哎，老兄，你这是在哪儿呢？我在出租车上啊。看来你真是喝多了。废话，清醒的话我就走路回家了，还用打车吗？哎，你先清醒一下，我们是在你家喝的酒啊。司机掉头回去。我这遇到的是个什么客人呢？喝多了。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